我要跟大家打招呼之前呢，啊，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你，谢谢你因你的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谢谢你也因你的爱，在孩子的身上动了奇妙的功。今天孩子领了你的恩惠，就要把这个恩惠传出去。 在这个地方，让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主啊，你的圣灵的恩高就要大大高摩，圣灵的火，圣灵的火，圣灵的火，今天就要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将感恩、感谢是奉靠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啊、哦，啊，也希望牧师、师母身体健康啊、哦。 那也谢谢同工们啊，为我做这样的安排，谢谢。啊、呃，我想我今天就是因为师母刚刚已经有说了啊，我出了有一本就是我愿意这本书，里面有三十六堂的啊笔记课程，对啊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就把今天这本书里面的重点呢，在这个地方先做个分享给大家啊。好，我们先给周围三个人说：主耶稣好爱，好爱你哦，好不好？ 在我记忆里面，我三岁左右的时候呢，啊，我妈妈因为孩子生很多，那我每次要算到我说我到底排行第几，每次都要重算一下。我妈妈生了十二个小孩，我就在中间。那依然有一个特色就是重男轻女，那我是个女生，所以妈妈呢真的很辛苦啊。 十二个小孩要养，所以就把我准备送给另外送给人家。那我记得就是在三岁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其实就是养母，就来到我家里，然后把我带走了。那时候我大概是三岁多，在那个带走的那一刻，我跟着我的妈妈，她右手牵着我，啊，我还记得我的右。 啊、哦，他牵着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拿着一颗橘子，我就这样沿路就跟着这个妈妈这样走。可是我在走的过程，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小孩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会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一定是我不乖，我不好，我没有人要，就在那样沿路上。 在那个时候，我的生命里，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但是，当我到了养母家里的时候，大概没多久吧，我的我的父亲因为需要钱，就来跟我妈妈借钱。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的父亲，我就以为他要来带我回家，我抱着我父亲的腿不放。 直到我父亲他借不到钱，他要离开的那一刹那，我听我妈妈说，我足足哭了几个小时，因为他不是来带我回家，他是需要钱，他来借钱。可是这个借钱呢，就变成造成了我生命当中，我知道钱对人的生命太重要了，影响了我这一生后面的生命。 我在那个时候内在里面就有一个誓言，我长大就是要赚钱。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养母我们家里也是很贫困的，但我有一个我妈妈，因为她除了领养我，还有带了领了，还领养了一个就是比我大七岁的姐姐。这个姐姐呢，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她开了一个美容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啊，这个画面的背上背了一个 baby，那不是洋娃娃，那是背着一个我姐姐的小孩子。那站在脚凳上的那个就是我，我在洗大人的头发，十二岁我在洗头发啊，看起来很爆笑，对不对啊？很阿信啊，但是。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大家大概都是在玩假的泡沫。我是玩真的哦，我是在真的帮大人洗头发。嗯、呃，其实看到这个画面哦，是你如果在想，确实是很心酸哦。不过呢，我想我有两个见解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印象会比较深刻。 还有罗马书五五章三到四节。老练生盼望，其实忍耐很多人都会觉得忍耐实在是很不舒服，但是忍耐其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看现在的孩子哦，很小哦。 现在的小孩子，你们看他能不能吃苦？平常心讲，真的不太能吃苦。我就在想哦，啊，对，现在新的一代确实是，如果能吃苦的孩子，他的生命就会在这个年代里面脱颖而出。那么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报。一个人有能耐的忍耐的恩典，忍耐到变老练。 生命就是一个很有盼望的生命，对未来生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会有抗压的能力。一个有抗压的人，就一定会有承担力；有抗压的人，他一定有执行力；有抗压人，他一定有工作的能力；有抗压人在逆境里，他的生命一定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生命。顺服，接着我们在基督里都知道，一定就是蒙福。 我记得我就这样学哦，沿路这样学下来，到十七岁那一年，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一个地方，我想到台北发展，因为我是在宜兰罗东一个很乡下的地方，那我对台北有很大的憧憬，我觉得我到台北来一定会很有很有希望、哦、因为我学了五年，我的技术够好了，可是我十七岁，其实我个子矮小，所以十七岁看起来根本就像十四五岁。 那你要去，我都全部找都是很大的店去啊、呃、去 interview。可是你那个大店，你一进去谁会用你一个像小孩子做这个设计师呢？好几个店我都去应征了，没有人要用我，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小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我就是，我想，我既然书念的不够，我学了一生的技术，还是没有人要用我。 哎，学外文应该蛮重要，把英文学好。所以呢，我就到天母。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会到天母去，是因为那个时候天母啊，啊、呃、是一个呃，全部住的都是老外。先生在哪里呢？都在越南打仗，所以那个时候越南还没有停战，眷属呢全部都放在天母，所以呢，我就在天母那个地方工作。其实。 我在这方提一下，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面临到你被拒绝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退缩，那个退缩就变成自己是一个不承认自己是有能力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未出母胎，我常这样讲，我未出母胎，神就赐给我一个就是有信心。所以我在那时候在往天母去学习的时候呢。 啊，oh, 我重新学习，因为天母工作时间跟台北不一样。天母工作的时间就是啊，早上啊，早上八点开始上班，到晚上六七点下班，六点还是七点，大概应该是在六点半。然后呢，我接着后面的时间就是我的喽。我会觉得我不足的，没有再去继续升学的，那我这个就时间就是我的。那这个时间呢，我就是开始去学英文。 那平常的时间呢，我就不断的看那个社论，从报纸里面社论在那个时候，别人讲哦，应该在一个这样的年龄不太可能练社论，但是我我要学国语，我觉得那个社论的声色会对我的国语有帮助。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看过的杂志，在现在的我们这么这么的幸福，你现在去看进口杂志太多了，在那时候根本就不可能。 有那些进口杂志，但是我就有了，因为他们看完的这些老外看完的杂志，像 Housekeeping、walk 这些书，看惯之之后，这些杂志他们，我跟他们要，他们就通通给我。所以呢，我在那时候去学习的这种美感是比较国际性的美感，再加上。 他们每一次呢，先生因为在越南打仗，五六日他们很空，所以他们五六日都在做什么？都在 party。那 party 的时候呢，他们就到美容院来，全部都要做造型比比赛谁最漂亮。就在那个时候呢，我所有在杂志上学的那种美感，我就可以应用在这些老外身上。 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的美感呐、啊，学语文呐、啊，学把国语发音学好，就在天母这段时间，是我一直学习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唯有靠不平凡的努力，不断的学习跟努力，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不平凡的生命。没有对的环境啊我这本我愿意这本书就是，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没有对的环境，只有对的态度。只要态度对，生命真的就不一样啊、呃！只要我们的态度不一样，那这本书里面我就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哦。很奇妙哦，当你我们的态度对了之后，你的生命环境完完全全就改变啊、呃！我记得那时候呢，因为越南停战了，停战之后呢，我就必须往台北再找工作。 那我找的第一个工作就在连生北路的六条通。这个六条通呢，创了一个记录，就是因为我毕竟出来，但是我还是有一群喜欢跟着我的这些老外，所以我出来六条通的时候呢，他们开着车，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在六条通创了一个记录，就是那个巷子啊，常常有三十三十几个老外在那边走动，就是因为他们到那个地方继续找我做造型设计。 这就是因为我发觉到我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对我的生命有在更学习跟成长的帮助。接着呢，我就又去找了另外一个店，这个店是专门做新娘子造型设计的。那照提到这个新娘造型设计，我小时候看到的新娘子，我觉得都很难看，没有好看过，哭到那个眼睛这里都一定是都我都已经像都是。 黑黑的黑眼圈，然后手的捧花是什么花？剑兰。剑兰捧在手上怎么会好看呢？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都冲着要去看邻居的新娘大姐姐结婚，我就觉得没有看过大姐姐结婚是长得好看的。但是我在天母这段期间，因为我做了这种 party style。 到我去找了这个新郎店的新娘店的时候，我才知道对我的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战。在天母学英文、学中文，出来学造型的，通通可以应用在这新娘子身上。在这个店呢，本来一个店，他的新娘是礼拜六、礼拜天结婚，因为我们中国人后来看好日子，六日就是好日子。在六日的时候呢，新娘子大概五六个，但是。 我去做的时候，我把一个新娘做到这个新娘会有她的同学、她的亲戚都在回笼，所以呢，这个店到后来有变成一天一百多个新娘。老板娘是因为有一次呢，我啊、呃，那个我们都称她神社哈。那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很红的这个主持人，电视主持人，她要结婚，我要为她做一个头纱的设计。 头纱不同，头上的法法式也不同，所以我在他做为他出去做设计的时候，老板娘找不到我，把我桌上东西就扫在地上，那个动作也造成我生命很大的帮助。我决定自己创业，但我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方式就要不一样，我要让我公司的人成为内部创业。 也就是说，用策略性的方法，不要让一个红牌设计师离开你的店，用内部创业的方式。那我想，除了这个概念之外，我小时候不是看到我父亲是不是需要钱，然后我就在地上哭了很久。其实，我想我在那个时候的内在誓言，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长大要拼命赚钱。 所以当我自己开店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做一些策略。这策略就是行销策略。那么这样的一个行销方式，我当然我不是学行销的，因为我没有在学校学。可是我知道我要的我的客人要从哪里来，那么我就到当时有一个节目非常有名，叫做《性之剪影》，我就去真的去找制作人哦。 我跟他说：“我帮你做一个五分钟的造型的设计，而且这个造型会引起你这个节目很大的帮助，真的。这五分钟呢，后来我做出之之之后呢，引起很大的反应。那因为我做的造型都是流最流行的、最 top 最 top 的，然后呢，它的所有的配饰我都在在里面做的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介绍。好，那接着呢，我就又。 去《时报周刊》《中国时报》推荐说我的作品很好，我可以可以不可以定期让我在你这里发表我的作品？透过《中国时报》《时报周刊》薪资减影，所以呢，那个客量大量的进来。可是这样子的忙，我一录影配音，常常三天两夜，或是出去做封面设计，常常会三天两夜没有睡觉。但是。 这样的这样的忙是为了什么？就为“黄玛丽”三个字，小小的三个字能够被认识。嗯、um,，在工作这样子的拼命的做，我想我们这里应该有很多人有那种工作的那种工作带狂的那种做。我就是属于这种人，你知道吗？这个做法呢，虽然赚了很多钱，我一直以为赚钱就可以给我儿子最好的教育。 可是呢，我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说我是天底下最烂的母亲。所以在我的生命里，我会发觉，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在生命里面有很多，我是不是需要调整的？不过呢，很多人对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说：那你现在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亲爱的朋友们，你只要在组里，你不要担心你的儿子。 你就不断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一直被你把它看完，一直下到二十几章，你不断的念，早晚的念，对你的后代一定有绝大的帮助，因为神必在你的后代动很极大的、奇妙的功。以弗所书》三章里面，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后来呢，因为我又得了忧郁症啊，这个忧郁症呢。 就是在我个人的感情上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呢，因为我后来自己会赚钱之后，我有做了一件事，就是只要有好的课程，无论上山打猎，下还不会在意大利、在美国、在山谷、在日本，我都去上课。那个都是属于属灵的课，但是这个属灵的课跟我们在基督里属灵的课是不一样，那是很属世的属灵。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属灵是真正不一样的啊。嗯，在这样子的课程，因为我学了之后，也就是我生命面临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认为我自己可以医治我自己。有一次呢，啊，我就跟我的司机说：“你带我到阳明山，我要去那边做课程。”我每次到那里都下大雨。 冬天山上是一定下来，连续两次、三次，到最后还是算了，我就没有做完这个课程。因为我每一天晚上我都没有好好的睡觉，都没有睡。你们看到、哦、忧郁症的人，他一定睡不好。忧郁症的人他是没办法睡觉的。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好好的。几天之前就准备好了一把的安眠药。 啊，uh, 我不是要自杀，而是我想好好的让我自己睡觉，所以我吞了一把的安眠药，足足睡了七天。啊、uh,，这七天不是说都没有起来，一定会有起来上洗手间，迷迷糊糊喝点水啊，或者是喝点米汤，就这样子。好朋友都陪在旁边，但是最厌最重要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注意看那个忧郁症的人。 就是咽不下那一口气，就因为咽不下那一口气。但是忧郁症谁能够医治？你看呢、啊？你现在去看医生，到现在哦，忧郁症哦，只有给你镇静剂，医生也没办法医治你。谁可以医治？只有主耶稣可以医治。你注意看，忧郁症的人，如果你带他，他没有办法走出去，你把他带出来，带到教会来，你让他坐下来。 然后为他祷告，长老、牧师为他祷告。你再看哦，他都会一直转，一直转。忧郁症的人唯有靠唱圣歌、神的医治，他才能够得医治。还有一种就是躁郁症，也没办法得医治。现在人你看到、哦、他看起来好好的，他没办法停下来，他就是已经得了躁郁症。这躁郁症跟忧郁症，其实唯有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完全的得医治。 我曾经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我工作就已经没办法像以前那么好。我一个月要发一千万的薪水，在那个时候，那这个我又我又面临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那么有一次，就是一个朋友他刚刚受洗，我不晓得我们在这里受洗的朋友们。 你有没有碰过一个状况？就你受洗的时候，你圣灵非常的充满。有人是受洗之后，因为他一直读经祷告，所以可能几个月之后圣灵充满。就我就碰到一个刚刚受洗，真正完全圣灵充满在他身上，他就目标就盯住我，他觉得他要帮跟我传福音，他就到处去传福音。那么，大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他在请我吃饭。 当他把他的我的外套，因为他是一个香港人，你坐下来，你外套脱下来，他一定会帮我接。香港人他们有这个蛮好的一个一个礼貌。当他把他的外套帮我一接走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感觉发生了，那就是我觉得我那一段期间以来睡不好、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就在那一刻里非常的舒服。那我这个学的属年的课这么多的人。 那我明白啊，这跟属灵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他就又开始一直跟我讲到教会有多好多好，我听进去了。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直陪着我，就是尤雅哦，他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歌星，他就陪着我，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教会。你知道吗？我在教会的时候就这样坐到前面这一排啊，就像这一排一样。 就刚刚在唱圣歌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好充满，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坐在前面，就那个圣灵的充满就像样临到我跟尤雅，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不行，哭到那个呃、啊、弟兄，有人就去跟那位弟兄讲说：“哎，你带来的那两位姊妹现在一直哭，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他就很紧张，跑到前面来。 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要哭，他就是没办法哭，他就一直的不停的哭。”我想，我还在这边讲，就说：当我们到教会来着，那个圣灵，你的专注的敬拜，专注的听牧师讲的道，专注的听，那个圣灵就被领到你。怎么领到你？唯有被领导人才知道啊！我想啊。嗯 提到有雅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做一个题外话。哎，纪宝如有来这里做过见证，对不对？哎，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的上线啦、啊。他就是我的羊哈、哦。马之晴啊，什么什么那个，好几个在，还有那个什么啊，那个谁的老婆，就是前面都有走掉的，李敏然的老婆李丽华，他们这都是我传的这个这个福音哈。哦 所以最近季宝如就传给那个林峰，林峰看到我就说：“你是我上线的上线。”这样，其实这都题外话。其实我觉得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知道宝如已经跑了大概快一千家的那个那个教会在传福音。我每次都跟他说：“宝如啊，你有那么多的扣打，你到添添加的时候一定要跟主讲说你是我的下线哦。”那我就会有你的，就会有扣打。 我告诉你，只要有人叫我去做见证传播，真的，我跟保罗两个人都不敢说 no 哎，真的都一定到。我想我要再提的就是，我曾经有一年九九七年的时候，我脑血管破裂。我上月来，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提这个，应该大家有提一下，我就简单提一下。其实我们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生活。当我们有教会的生活，你有任何的问题，你。 真的被知道之后，所有弟兄姊妹他们一定会为你祷告。你知道，我就是发生这脑血管破裂之后，我在加护病房，你知道，就在那个弟兄姊妹就这样跪地祷告，二十四小时轮流祷告。台湾是白天，晚上是美国在祷告。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最大不同的地方。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呢？ 绳索动的功是非常奇妙。结果我就转到国泰的时候呢，你知道那医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要马上开刀，如果不开刀，就意意思就是说一定会被主接走，或者是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就是昏迷不行这样。你知道吗？我那个情况是很严重的。我是一般六个小时打一个止痛止痛针，我是四个小时就要打，因为太痛了。” 那个痛就是脑部那个造的时候，血都在喷的。因为我的脑血管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我的血管特别细，它是畸形的。好，最后我就转到医生，因为不敢跟我我说我不到动，他要给我动刀嘛。我讲了一句话说：你不可以在我头上动刀，因为我的神正在医治我。他觉得我神经病嘛？你们觉得你这样跟医生讲，医生怎么会相信呢？对不对？ 真的，他很快哦，就跟这个陪着我的人说：“你们快点转医转院，因为他怕我留在那里，我一定会死在那里嘛。”所以他吓死了这样。结果真的，我们就转到这个荣总。荣总有一个脑神经权威潘医师，就潘医师，我一到荣总的时候，潘医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还好没开刀。”一个医生说：“一定要开刀。” 这医生说：“还好没开刀，哪一个对？当然我没开刀对了。其实这是神的保守。当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我在荣总足足住了两个月的医院，走足足两个月。你知道吗？在这两个月，很奇妙的感觉，神就用一个金结给我，我一大把的药吃到后来只有一点点。神用一个金结叫做‘喜乐的信赖’是良药。” 因为我那时候在医院里，每一天都很快乐。哎，手脚都残废了，躺着不能动，你会快乐吗？奇妙，我就是很快乐。到后来，我从一个一动一根指头，一直到可以手抬起来到掉下来，到两个月之后，我离开了这个这个医院，我是拿着 walker 可以走路的，这样回家了。嗯、呃。 我我在这里要提一下，其实我们里面的老我，里面的老我，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老我，那个老我其实才是是我们生命中最大、最大、最大的敌人。嗯、um,，我因为有信心，我相信我的身、我的心、我的灵，我都相信神在医治我，但是那个老我仍然存在。当我出院。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我看到，因为我每次要出来啊，我要出来的时候，因为里面的人都会陪着我出来叫车子。那那一次呢，因为公司人动作太慢，我觉得我不要等他们，他们太慢，们做什么都太慢了，所以我就自己出来。结果我一出来啊，我就被车子撞到了。再做三个月的伦理，这个叫做劳我。 我今天要讲，就是说，我不要那么自以为自己特别快、特别聪明。其实我在医院里的时候，什么都都慢了，结果就变得很可爱，神就医治了我。可是出来之后变聪明，就开始变脾气，又变急了。其实际上，我们生命里这个老我，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老我，真的很谦卑顺服的。当我面临到问题的时候，我都知道主啊。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开始就检讨，开始就自己去检讨，说这是什么问题？其实，在我的腿还没有做，我我这个脑血管破裂是右腿走路变很慢。哦，刚刚稍微上来的时候，那像我这样站着脚会麻哈、哦，但是我可以正常走路，完全正常可以走路了。但是因为我左脚是因为被车子撞到股骨颈断裂。 做三个月的，可是，在发生这个事之前，各位，当我们真的安静的时候，神的启示其实早就有，都有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最大的优点是，我们有圣灵，我们的主一直在眷顾着我们。其实，我要发生这个腿之前呢、啊，有一天晚上我在做梦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金粉哦，我本来不相信有金粉，我真的看到金粉，就这样洒在我的左腿。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撒我左腿。原来神早就知道我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个经文就已经撒在我的左腿预备，所以我的左腿虽然股骨剪断我可以走路，可是右腿因为它慢了半拍，后来走路就比较慢。但是神都医治，神都医治。我们呢，在祷告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当我们每一个人受洗之后，你在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会面临到，有时候你在祷告并没有应愿，对不对？有没有碰过你在祷告的时候没有应愿的？请举手。好，OK。我要告诉你们，好多人都举手哦、啊。我要告诉你们，很多人因为没有应验，然后就会不准、没有效，然后就怪主，对不对？有时候还会生气，对不对？我要告诉你们。 那是因为你的深层里面，你的那个相信没有完全的相信。信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血景。你只要相信哦，神就一定动工。你相信哦，注意听，相信。如果你怀疑，对不起，就不要祷告，因为那没效的。我们一定要去数算神的恩典。我说我为什么要要这样做见证，就是因为我要数算神的恩典。 我每一次呢面临到冲突或是困难的时候，我会反省我问题出在哪里，我错在哪里，我应该改进哪里。这本我愿意这本书里面，我就是就是一直讲的，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让你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把坏脾气变成志气，把敌人变成友人，把敌人变成你一生中的贵人啊。 这本书哦，我我今天给我两分钟讲一下我这本书哦，我出了这本书，因为这一本呢，我不是为了要卖这本书，但其实也真的要卖。卖是要把它捐给弱势团体，每一分钱都捐出去。我绝对不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我是而且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非常好的传福音。今天买的人哦，朋友们，今天你们买的人，我有一把这个梳子。 要送给你们，一本三百，但这一把是六百八十块。它是人体工学特别设计的，这把刷子哦，跟路边是不一样的哦。你如果慢慢刷，前往后，后往前，左往右，右往左，你就这样慢慢的刷。我告诉你，你头部的压力都会释放掉，非常非常的舒它叫称为叫做 SPA 刷。 那今天呢？因为我用四本一千块，四本就有四把，你们可以传福音，还可以让公司放一把，或者是你们的小孩一把，或者是妈妈一把，反正你就是好几把，你可以把它，你可以把它带在，尤其是你自己身上带一把，家里一把，你自己就可以用到好几把啊。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支持这本书哈，反正这一把就已经六百八十块了，太划算了 接着呢，我想要告诉各位，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啊，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觉得信主信太久，觉得哎、欸，我怎么没有神机其实在我身上呢？亲爱的朋友，你只要真正的专注、真正的读经、真正的在主里，你会看到神机其实在你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真言》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可怨烦他的责备，其实，当你面临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就静下来。这个困难怎么去突破？我告诉你们，这个突破，每一个突破，你就每一次的生命就更更更大的升等。我们还讲有一个真言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因为约和华所爱。 其实，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更顺服的去接受困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每一次接受那个困境的时候，你可以 build up 你的信心啊、哦。啊，马可福音我们这里也看一下，九章二十三节。好，出来了没？还没出来。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好。 OK，我来念他了。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哥林多后书说五章七节：“因为我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眼见。”我在这个地方提到信心了、哦。我这样讲好了，这里应该有人生过小孩嘛？哈，你大肚子的时候，你出去，你是不是觉得看到都是大肚子的？会不会？ 怀孕的人，你大肚子出去看的时候，都都是因为你的注意力的问题。如果你买买新车，你买的是红色的，你出去看到都是红色的车，这就是你的注意力。我会提这个最重要，就是说，当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注意力在信心，你就会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当时就是相信，我脑血管破裂，我的腿会好起来，因为相信而神就医治了。 我们要不断持续的祷告。不过，我在这里要给一个各位一个建议：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记住哦，要先认罪悔改。通常我们就很急，忙上祷告，先认罪悔改。哦，所以呢，好再来。我建议大家哈，你在这个无论你在面临任何的问题，当你认罪之后呢，你祷告。刚刚是母有跟我讲说，你们有一个祷告室。 我觉得那个真的太棒了！我一听到我就很想说，我也要来登，我也要来登记，我也要进到这个祷告室来祷告。那个是绝对有效的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就到那个啊，到意大利，因为我每一年就跑一趟意大利。但我去记得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呢，然后我要我要去教会，主日嘛。可是意大利没有啊，我不知道去哪里呀、啊，我不熟啊。 哎，我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梵蒂冈，我就想去梵蒂冈。结果呢，我就去了，昨日我就去了梵蒂冈。你知道吗？那教宗哦，他是讲教宗在讲到周围是围起来的，你不能靠近他的啊、哦。然后呢，我周围就都是观光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观光客。就那个教宗在讲到的时候，我竟然呐、啊，哭到不行。 哎，周围人都很好奇看我，以为我听得懂教宗讲的话。是我哪听懂？但是我的灵懂，我的灵懂。所以呢，我就哭到哦，我告诉你们，哭到啜泣耶。那个就是我的灵里面完全明白教宗在讲什么。但是我现在你们问我说讲什么，我要回答你，我也不知道教宗讲什么。但是我就是，我是要告诉你们说，主日到教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人不能有没有教会的生活。当我们有教会的生活，你有困难的时候，大家同心合力的祷告，弟兄为你祷告，牧师祷告，长老祷告，同工祷告，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帮助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不断的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一定逐日一定要去教会。无论是到哪一个地方，我们这趟去希腊，我们也一定逐日都去教会。 所以神亲自说了一句旷世名言的话：“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头，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让孩子今天在这里领了你的恩惠，把这样的恩典把它传出去。主啊，你也要在我们的。” 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动那奇妙的功，主啊，你不轻看那心里哀伤痛悔的，或是人际关系过不去的，财务有困难的，凡或是劳苦、担当担重任的，主你都动奇妙的功，让在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生命都得帮助。主啊，你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谢谢主，好，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我知道你们大部分都信主了，信主人站起来好不好？谢谢，看看你周围有没有没有站起来的，有没有没有站起来的？我们祝福那没有站起来的弟兄们，我们特别的祝福他，我们也邀请那个还没没有站起来的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们。 到前面来，好不好？让我能够来为你们做祷告，把我得领到的这个恩典也能够给你们，好不好？好，请到前面来，哈。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出来，好不好？来到前面站在这里，对对，站到前面来。啊，我们鼓励他们出来啊！不要客气，请出来，你们一定要领受神的恩典。 今天来到这里，神的恩典就要在你们的身上动奇妙的功。好，欢迎欢迎来往前面这边，我们也可以分成两排。好，那我们请师母来为我们为他们为他们觉志，我先为他们做个祷告，然后师母你来带他们觉志祷告。 我麻烦你们把眼睛闭起来，注意力就在你的身门、心门里，因为今天主就在这里，圣灵在这里，要在你们的生命里动很奇妙的功，主，谢谢你，主啊，以你的爱，让孩子今天站在这里。主啊，这个要把你的。 恩惠，你的恩典传出去。主啊，你也要在今天站在前面的这几个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们身上动奇妙的功，主啊，你使用他们，让他们的生命也要成为很美的见证。主啊，让他们的生命要成为你的器皿。主啊，让他们主外、啊，因为相信你，他们的家人也要蒙福，他们的后代也要蒙恩。主啊，你也必恩待他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 的生命要成为荣耀主的生命，主谢谢你就浇灌充满在他们的生命里，这样感恩感谢是奉靠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